那么多年的草莓，我才发现养草莓最好的方法不是用土养，也不是用水养。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奥花匠。很多朋友问我，养花种果树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那个果子，还是其他事情？老实跟大家说，我养花种果树还真的不是为了那个果子，而是为了真相。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视频，哎呀，那个果树很好养，就会心痒痒的养上那么几颗，我就是如此。当初看到别人养草莓很好，我就想养草莓了。然后呢，养草莓了之后才发现呢，这个东西跟平时网上人说的有点不一样。虽然呢，刚开始呢也能养得很好，但是随着我们的土壤不断的轮番使用之后呢，土壤里面的问题就越来越多，最终呢就导致家里的草莓产量越来越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种植草莓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是持续不断的改良了各种的草莓种植方法，最终让我找到了这一种。传统的草莓种植方法，尤其是家庭盆栽种植，老实说真是问题多多，尤其是关于虫子问题以及细菌问题。当然有朋友说草莓难养，很容易出现根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我通通都遇到过，尤其是红蜘蛛。盆栽种草莓呢，大部分的朋友呢往往使用的方法呢就两种。第一种呢是那个土养种植，这应该是 90% 的朋友都会这样子，在网上买回来的土壤，或者是我们在外面买回来的营养土，要种下去，结果您发现呢，那个虫子跟细菌问题不断。因为很多的虫子细菌呢，问题都来自于土壤，土壤呢是虫子问题的根源。但问题是，我们不杀虫不行，杀虫也不行，在家里呢，那我是压根不想给我家小孩吃，但是不用杀虫药，虫子就会不断从个土壤里面混进来。草莓有第二种养殖方式，叫水培啊，这放在水里面养殖。这种方法呢，我前两年玩了一整年，老实说挺好玩的，而且呢，看到草莓长得非常的旺盛，尤其那个水我们经常换，营养也非常丰富的液体的情况下呢，去养殖。这里面呢就衍生出什么去物种植法，还有营养液种植法等等那些啊，还有那个潮汐种植法，这些通通都是水培种植。但问题是水培种植呢，我觉得真不好，主要原因呢是那个草莓的口感呢达不到标准。用一个老朋友经常说的话，没有地气的草莓怎么可能叫草莓呢？没有地的味道是吧，没有土壤的味道，种出来的草莓就是一个水灵灵的味道，但是它又不香，它又不怎么甜，又不怎么酸，反正就是像跟吃木头差不多，稍微比木头好一点嘛。所以水培种植也不行。盆栽种草莓不就是两种吗？要不就土，要不就水，还有其他吗？其实不是的，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半水培种植法。什么叫半水培？上面是土，下面是水，把一个花盆放到一个水的上面，土壤不直接接触下面的水盆，但是呢，植物的根系呢，会通过一定特定的环境之下呢，去吸收下面的水分，水分可以源源不断的从下面供应上来，这样子让整个的草莓的盆土呢，处于一种相对比较不错的水循环之中。我这盆草莓呢，种到这个花盆里面呢，才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刚种下去的时候呢，蔫蔫的，一点状态没有，而且呢，红蜘蛛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但是它现在才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已经开满了花。最重要是，我每一片叶子的上面，我已经看不到红蜘蛛的身影，因为红蜘蛛害怕一个湿润的土壤环境。其实很多虫子都害怕这个土壤呢长期湿润，所以呢，用这种方法既能解决虫子的问题，又可以解决草莓的生长缺水的问题。今天我这个花盆里面刚好下面那个棉线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见了，所以我打算给它补充一条新的棉线。这个花盆里面呢，刚才我用一个筷子呢把它戳穿了，然后从下面展了下来，然后这是前段时间我特意买的一根棉线，这棉线真的超便宜，这么一捆才10来块钱，我又弄一条长一点的。
就这样子。这是它的水培盆，要把这个拎起，这筷子从下面穿过来，我们把这个筷子拿下去，看看能不能就这样子让它顺着那个筷子的位置给下去。好了，穿过来了，您看，我刚才是从下面把它引了上来，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就这样子，然后用土壤把它盖回去。绳子从下面伸了出来，然后把这个绳子连同花盆放到这个水盆里面摁好，这样就完成了一整套的。这根棉线的是关键，它通过这个棉线把水分不断的供应上来。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上面的土壤会不会长期很湿润，导致植物烂根。其实刚开始呢，我也有这种担心，但是养殖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呢，这种担心是纯多余的。因为整个盆面呢是很宽的，这么宽的环境下之下呢，这个棉线是怎么抽都不会抽得很多的水分上来。当然呢，除非你土壤呢用了很多很多的椰糠这除外，只是普通的土壤，您会发现这样的种植方式非常适合新手。如果您在家不知道种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种的话，我觉得您可以种草莓。这种方法就可以把您家的草莓养在窗台上，养在办公室，养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那里有阳光，那么您就可以把整个的杯子搬过去，实现草莓自由。这种方法我是这几年来我是觉得真的可以解决种植草莓的那些问题了。这处理好之后呢，您会发现以后不再担心草莓会养不好了，因为这个真的是为懒人为新手而设计的草莓盆草莓种植方法。好了，今天啰嗦到这里，我是佛山夸下感谢家，拜拜。